喂，什么？3000万账户？你也找一个月找找我。等会儿，你那3000万项目先等会儿啊，我这有个大项目，你那3000万还重要，等会儿啊。大哥大哥欢迎你，感谢你来我这里，大哥大哥欢迎你。好，现在开始点名啊，那个先从你开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讲英语。不是，这里是饭店，不需要讲英语，好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讲英语。我不会讲英语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讲英语。好吧， What's your name？哎、你叫什么名字？讲国语。不是，你们一个讲英语一个讲国语、啊、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讲方言。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讲方言。你叫啥子名字？讲方言。哎，真是我、哎、啊，我这车胎不知道让谁给扎了，你这是谁呀、啊、这是坐镇的啊，你有什么事啊，这多不好意思呀。老板，刚才不是你给人家车还扎了吗？不是你给人家车还扎了。不是，哎，你这不是。